恐吓要来杀我，还杀我全家，还杀经纪人，太可怕了。讲话啊，敢公然侮辱，敢恐吓，你就讲啊，你要讲什么就讲啊。你这个一个水管加一个水龙头要16000，按、啊、你的工资，那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啊？可以赶快放啊，不能不要一通一通的打啦，赶快讲。有没有听到？我这一说又公然侮辱了哈，公然侮辱了哈。哇，人气怎么那么高啊？还不知道了呢。哎，白天太难得了呢。感谢打赏的支持，有没有听清？旁白哥抱抱，抬杠水电工收16000就出事，法拉利姐张婷婷遭呛人妖杀全家。我还在派出所的门口，3年单呢，提案呢。是苦命女子张婷婷遭歹徒连番私讯咒骂人妖畜生丑恐吓要拿开山刀夺命，她手刀去报案并开直播赚一波流量。我还讲了，那个人真的是太夸张了，无眼无丑的人，我就很单纯做直播，平常也没有说狐朋朋友那个厉害挖底呀，就很单纯，也没跟人家有什么生意来往的纠纷，干嘛这样子公然侮辱？就加上恐吓，太可恶了！不是网红就这样子，就可以给人家乱恐吓呢？他这样子会吃罪的。说真的，忍无可忍，那我直播都要照在后面了。万一如果刀子飞过来，我要拼的焦糖玛奇朵、特大杯，对，我要全糖啊！我大了喝个咖啡来消消气的。他很勇敢啊，不封锁嫌犯，在直播间对他喊话。有种打来就有种讲啊，我敢劝你怎么不敢讲？屁，赶快放啊，不能不要一通一通的打啦，赶快讲。我听不懂啊，你可以再讲大声一点吗？有没有听到？我这一说又公然侮辱了哈，公然侮辱了哈。哦，又公然侮辱哈、哦！我跟你说了，这些那个直播都成为常常正供的哈、哦，都成为常常正供的。我一句话都没有骂他啊、哦，我任何什么啊、哦，叉叉金的，叉什么金的，我都没有骂啊、哦。还有那个叉的，我都没有骂啊、哦。我跟你说了，你说嘛，鬼人怕会啦，天下没有玩法的嘛，台湾没有玩法的。跟你说了，我现在就是走到那个运动公园这边的了，等你来杀了。拿大致一点的开山刀了，反正你不是好野人，你乖不是住好手。气到我的手机都掉了呢。感谢 LISA 打赏了200颗星星。哎，婷婷人机均安，当晚如常架起双手机直播赚生活费。他怪你，却哭不提，他是否当真？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呐、啊！你这个管子，那加上那个水龙头，你要16000。按、啊、你的工资，那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呐、啊？6000呐、啊。5000啦。好了好了，我妈说好了啦，热水器也没那么贵啦，自己心里明白啦。我说你这个一尺多少？两个门的距离。哇，人气怎么那么高啊？还不知道了呢。哎，白天太难得了呢。三立娱乐新闻，感谢汤姆送出小幽灵报道。